OK，OK，OK，就。你要什么？你要什么颜色？我看了。这个蓝色 OK， 我拿那个贴片给你啊。Wait, wait, what color do you have? Yeah. Okay. Can you do, Mimi? Hello. You have this one? Ice cream. Oh. There's origami at the back. The instruction for origami. Origami. Alright. Okay. 我们先来画这个。这个不是要剪的。你自己选。要剪颜色，微微。剪颜色。这个先放在这里。你可以画画这个我画。这个已经画了一个版了，这个版图啊。你就涂颜色。要涂颜色。Ice cream 要什么颜色 ？What color？ 然后涂。好，涂满他的脸哦。我也可以。微微涂满他的脸哦，慢慢涂涂涂，涂满他，涂满他。还有别的颜色，微微要选别的颜色。没有涂那个脸黑黑，他都看不见了。涂这个吧。脸黑黑的、哦。嗯，好，涂个小小的啊，涂满它。这个小小的，小小的这个。Bubble 这些。涂满它。嗯。小小的 Bubble 这些。你要选吗？选什么颜色啊？嗯，涂满整个微微。Color over， 再画小的。你今天，微微选什么颜色？都画着我的 orange。没有没有，这个是折纸，等一下要折纸的，等一下，这个只有这个颜色。涂颜色叫 color。还有这个哦。那这个要涂这个吗？涂这里。再用这个。嗯。涂这涂。嗯涂。等一下来涂，要什么颜色用点的？我要。那我可以帮你涂。你要哪个？红色、哦、蓝色。我要点点哦，你看我哪边？你看我、哦，你看我要点哦，点。哦，那个点是这样，哎呀，微微的，好。袋子放好，一面滚下去。看我把它点好了。微微，微微，这个也可以。微微先上均匀的颜色，
关系，到时候再洗手。好，你要什么色的？啊，你要什么色？我要麦根米。好，那这个。好，放上去，放上去，可以啊。哇哦，很棒啊！还有哪里？还有放哪里？快帮你画西好啊，对对对，好棒哦！要换这个盖上，先把它盖住。会的，那五颜六色。嗯。换另外一只。这边还有瓜。你什么颜色？紫。那什么Murasaki？嗯，棒可以吗？那什么？珍珠。啊，奥义。哎，我这个奥义版。我叫卡伊啊。Coloring, you can do origami. Okay, so behind of your paper, actually, there's an origami step. Okay, behind of your coloring paper, there's an origami step. So you have each of you have two coloring origami paper, right? Yes. So after you done the origami, you can stick here. Okay. So this is a free and easy art and craft. Use your creativity. Okay, and no stress, yeah. No stress. Okay.啊，微微自己呈现的哦，自己的想法来弄的哦。对呀。嗯。啊，微微换颜色，那边这里很多。对对，前面这里。很方便。喂，先用什么颜色？你要换什么颜色？今天你画这个 black。black 哦。再来你要涂哪里哦 ？black color 就盖掉那些东西了哦。这个吧。好、啊啊，可以了，关上。好了，还要觉得什么颜色？还要这个。什么颜色？两个蓝色。那我还要。你要 key raw 吗？要黄色吗 ？key raw。OK， 这个是什么颜色？哇哦，很棒哎！好，那别的这个米多里要不要？接下来看一看这里是什么？这一个是折纸的吗？这个折纸的，你知道不是有一张纸？哈哈，妈妈，你哇，你涂的超棒的！你已经涂到怎么样？哇哦！全部涂满了。哇哦！
I love you. Wow, 婷婷好棒哦。 因为你要不要学婷婷那种油涂那种比较深颜色，你看婷婷的，婷婷的油到这个，用吗？这什么颜色？你要选哪一支？ 啊，地肉，你要涂包包吗？交换绿色，没有弄。它反过来了，这个。 好了，那我们换别的，可以。还在吗？嗯。我这没有放过的。嗯哼。你打算怎么样？打点粉色、棕色。哦。这是什么？慢看，我的快要完成了。啊，快要完成了。 这冰块啊！你们现在怎么样？冰的。好，冰的吧。要选哪里？这边吗？这些都没有，空的。 妈妈要剪吗？好吧。妈妈要怎么剪怎么。这个是，这是大人妈妈。你叫弟弟，你全部都画完了吗？你可以折。对，这里没有画，这里再画这里就可以了。你这边没干要画。可以。可以画这个，赶紧帮我涂啊。你要涂哪里？这里吗？ 你要涂这里吗？这里可以吗？是大头发吗？大头发，他肯定涂得很好哦。哦，谢谢。谢谢你的赞美啊。那你要涂这里吗？这里交给你涂，这边。哇，弟弟，你看。 你画了一个人吗？你等一下在哪里？那里，那里那个人。哦，对，他的身体哎。还有头发。哦。哇。
你看，涂这边。 我这个微微涂，很棒哦，要换别的颜色了，盖上，这样可以了吗？看一下，他的刘海，棒吗？这 OK 吗？还有没有漏了？这个呢？这个小 baby 的，是什么颜色？小 baby 再给他一个颜色。 什么？